没菜嘞，新鲜的土豆、黄瓜，买菜嘞。这土豆多少钱一斤？这些兜里的是5块钱一兜，家人提前给我称好了。这些散的3块钱。没有好点的，你们这坑坑洼洼的，哪阵没了？哎，这边这个箱子里好，这些都是精选的。让我看看。哎，真凑合。这些都有多些？这一箱是35斤，你给我100块钱吧。100块钱是吧？啊，对。行，我都要了。好嘞，好嘞。100块钱啊。啊，对。好嘞。给你100块钱。哎，好，我拿走了啊。好的。小孩来啊，大兄弟啊。好嘞，小孩来。买菜嘞，新鲜的土豆、黄瓜，买菜了。新鲜的黄瓜、土豆。大哥，黄瓜怎么卖的？黄瓜3块钱一斤，这一兜5块，家人都给我称好了。啊，好，我来一兜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对了，大妹子，刚才我买土豆收100块钱，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好，那给你。好嘞。这个5块钱啊。啊，对对对。那。好嘞。哎，不对呀，大妹子，这是张100的，我得找你欠我的。不用了，我等钱比你容易。哎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我得找你钱。大妹子，哎，现在还是好人多啊。买菜嘞，新鲜的土豆、黄瓜。
知道。当初那梁姨的婚事我们全家人都反对，但是俺们为了你离家出走什么都不要了。你呢，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还死你吗？我看等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你俩还是离婚吧。冬梅，我回家。哥哥，我走了。走，慢点。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？老婆，所以脚步才轻巧。老婆，因为注定那么傻。小妹妹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两个人在一起是要同甘共苦的，不是光上场刷刷卡这么简单。想当年我们穷的时候，住在十平米的出租房里，两个人吃一碗泡面。当我们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，我们兴奋地出去点了一份牛油水饺。你知道当时我们多么满足吗？如果是你，你能做到吗？每次他出去喝酒应酬，我都等到他半夜，给他熬醒酒汤，敷夜猫巾，这些你又能做到吗？他母亲生病住院，你们四庄出差回不来，是我在床边伺候他三天三夜没敢合眼，这些你都能做到吗？我虽然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但他还不是不要你了吗？没错，他是变心了，那我祝福你们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西蒙，是你亲手葬送了我们的爱情，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我们离婚。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，因为早已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是你先放弃了我们的感情，才会让你失去爱我的权利。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，因为已经没有挽回